你咪话咩好，边度好玩，我哋去玩。今日我哋去到香港，有小泰国之称，每年四月都会举行泼水节嘅九龙城，发掘咗一间泰国餐厅，晚市低至38蚊起，仲要份量超足超大份，呢、這个性价比仲可以去边度揾啊？即刻去片先。我哋就搭屯马线一线直到宋皇台站。由闸口位置行到去 B2 出口的路程比较长，沿路都会有提示，大概行5分钟。大家可以在 B3 的电梯上来地面比较方便，过对面就会见到 BTS 美食站。BTS 美食站是同小曼谷泰国美食两间餐厅相连的，中午时段餐厅已经满座，同时外面都有几组食客等位。餐厅门口摆放了不同餐牌，包括这个地铁路线图的推介餐牌、特色餐牌，同埋日日38蚊的自选优惠餐牌。我哋大概等了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入座，已经急不及待咁样点餐，单睇 menu 已经超过100款啦。有镇店必食的炸猪手炸鸡、卤水猪手煲、海南鸡、泰式铁板蚝饼、软壳蟹咖喱包、咖喱炒大膏蟹、泰式沙律、泰式地道饭类、船粉类、小食类、饮品甜品类，仲有期间限定的东阴海军海鲜部队锅。菜式多到我哋都心大心细，揀咗一轮，终于决定到呢度数码点单嘅，界面清晰易用，落单冇耐已经好快上菜。速度好快呀，基本上15分钟左右就上齐所有菜。喂喂喂，我想讲呢个泰皇咖喱青口、泰国热爆火山骨同埋传统冬阴鸡汤都系38蚊，日日自选优惠菜式。你哋以为价钱抵啦，份量肯定缩水啦，呢、這个谂法实在大错特错啊！呢、這个冬阴鸡汤上台嗰阵系用蜡烛保温，汤用料好足。有切件鸡、菇菌、冬阴功汤入口酸酸辣辣，个人认为酸度好足够啊！另外呢一个泰国热爆火山骨，一碟有4-5件排骨，一支支嘅排骨好多肉，而且好大件，酱汁同样酸酸辣辣，成份火山骨送饭一流啊！另一份泰皇咖喱青口，除了上菜盘夸张，有半张台咁大之外，就连份量都一样夸张。数一数都有成6至7只大青口，青口新鲜，入口绝对唔系梅兰雪藏味，咖喱汁都好浓。即刻嗌多一份48蚊嘅泰式蒜蓉包，蒜蓉包一份4件，件件都有手掌咁大，看得脆卜卜，蒜蓉味好突出。而且真材实料啊！我哋仲见到有完整一粒嘅小蒜头，饮埋咖喱汁真系绝配。我哋再嗌多咗份肉类爱好者可以一试嘅148蚊泰式烧西班牙黑毛猪扒，再配粟米沙律。黑毛猪扒好厚切，肉味浓，而且好有咬口。粟米沙律切成一塊塊，配埋咸蛋白，入口又甜又咸，好特别，食肉瘦多个选择啊！而呢一份138蚊嘅香叶肉碎炸虾胶皮蛋，系餐厅嘅招牌菜式之一。外层炸得酥脆嘅虾胶包住流心皮蛋，上面仲铺咗香辣野味嘅泰式肉碎，口感层次好丰富，又系送饭一流啊！而这个61蚊的双拼泰式清汤金边粉，配料揀了炸肉和鸡肉，汤底带啲微辣，不过大家记住上台要趁热食啊！再来再来，一份118蚊的串烧拼盘，串烧有鸡、猪、牛、鸡肾、鸡全翼，仲有泰式腊肠，每样一串，配埋串烧沙爹酱。有满满的花生碎，
不过花生敏感的朋友就要留意了，每次吃泰国菜除了必饮椰青之外，一定要嗌埋泰式奶茶，一杯34元，可以自选甜度。不喜欢饮太甜的我哋，揀了小甜，味道啱啱好。呢餐埋单，我哋四个人一共吃了730元，连加一服务费。整体餐厅上菜速度好快，份量多，重点是菜式由真正的泰国厨师主理，绝对是泰国原味道。提提大家啦，38元的日日自选优惠是夜晚6点起供应的，星期一至星期二是泰皇咖喱青口，星期三至星期五是泰国热爆火山骨，同埋星期六至星期日就是传统细冬阴鸡汤，优惠2位起，每4位可以享1客，8位2客，12位3客，如此类推，价钱份量绝对是超值。吃饱之后仲可以在九龙城一带继续感受一下小泰国气氛。如果你喜欢这条片，记住 like、订阅、share 和留言给我们，我们下条片见，拜拜。